高亢歌声展现歌喉中的爆发力，台中原住民歌唱大赛在葫芦墩文化中心热闹登场，不仅吸引许多民众围观驻足，也让许多热爱唱歌的族人有舞台表现自我，也展现原民文化中的自信与热情。我觉得有带动原住民的那个原住民的唱歌文化，因为真的高手在民间，很多原住民都会唱歌，不分老少都很厉害。第5届的葫芦墩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是一年比一年还踊跃，作为主办的台中市文化局和台中市文化建设基金会也表示，每年的歌唱大赛是葫芦墩地区的大型活动之一，透过竞赛增进歌唱技巧，也期盼在都会区推广原民文化。因为我们那个原住民是我们国家之宝啊，我们要留下来他们的很好的文化。都想在每一年的我们的葫芦墩办理这场原住民歌唱大赛是非常有意义，尤其对于我们传统的原住民的文化啊，那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现场除了有天籁美声，也有许多风味餐以及文创手作市集，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原民文化的同时，也让族人借由活动互相交流，也共同将文化推广传承。原视新闻台中市陈柏道。